有一块地。方白先生又快递，方白先生又快递。昨天有人教我们，我们的导师有教我们是黄色就可以采。我们现在就是在澳洲的打工度假，打工度假真的，我就是那农场的。这刚立人哎，安装。你要不要整棵树摘下来算了？这个就是擦番茄的声音，有一些很自然的土味，很感觉就是徜徉在这片土地上面。那就是蚯蚓的味道。嗯，这个不甜。大家好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次的重头戏，就是控窑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我们这次会分成两座窑哈，粉红芭比队、大便队，你的大便队，因为我们看的衣服就可以看到这是队服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邀请几位哈台的同仁们作为我们的店员，不是店员，队员，现在是早上好不好？其实是第二天呢，我很崩溃。我姐今天也都在，我家人都在，那她会加入我们的队。你可以就是适时的跟他们求助，他们一个比一个强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喽 ，Go！ 有了，这样子哦，差不多哦。好了，这个是和平的钟声。来，我来。和平的钟声敲起。有警驾驶，你可以扶着。为什么没有下去？我们买一买就会下去了啦。请问对面在冲啥啊？对面不要一直超进度好不好？你们这步就还没做完，这个会不会买啊？哎呦喂、啊！可以的，跟你讲，稳固的基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这样够大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可以哦，哇靠哦！这个大的塞进去啊。这边吗？对呀、啊。呵，我是不孤单的 ，OK。哎呀，人多不好啦！这个刚没塞。那是 Pro 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那边全部都是高手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是我现在就是往上盖都没有往里面缩呢。有啊，你们急着缩了。啊，是哦。你在 K 到101啊嘞。哦，好啊，我加醋味了。不行耶，很难叠耶。盖成一个塔。盖成一个塔应该也可以吧？对啊。太大了吧？收不起来啦，怎么办？你看他们那个导师队，强队。哎，他们好像快要弄起来了呢。哦，你也开的。好来。啊！好，手 hold 住，手 hold 住。哦，吹屁，吹屁，走开。啊，碎啦，碎啦，我跟话机啦。哎呀，我们家我就得高手哎，直接爱上。好，我盖上去了。会不会直接爆掉啊？会哦，会直接爆掉。新年快乐！哎，阿玲是要去汤案。不要讲。在帮他们往上盖。结果根本就都是姐姐们在盖。哎呦，红英，你也摇呢？别夸张。红英。历史性的一刻就要在最后这块砖头上面结束了。我们费时30个小时，终于完成了这座窑。奏乐，砰！耶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，没塞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要小心推哦，要把它松开，好，把那个槽松开。好运旺旺来！哇，真的好吃啊！但是你还是把它砍断，你真很棒。划船，划船，划船，划船！哇！就是你最爱的棒状物。左边收啊，右边收啊，卷卷卷呀，卷卷卷。好啊！哎，现在已经4点了吧？还没。今天到底要多长 ？Unbelievable！ 人生中有一天竟然是48个小时。好，下一步需要米水。来，准备哦。来。
我在磨水泥。只要看到特别大只都是我裹出来的 baby， 哎呦，给我对啊，照打不起来。大家如果想要体验你的田园生活，但是又不想那么麻烦，你去下载小声生活哟。像我们两个就是田园生活到很狼狈，这就是这款游戏存在的价值。加油加油，你要用大腿的力量，不是也？我不要玩了，我需要椅子。过了，来来来，女王试坐，来试试。我真是不能再蹲下。嘿。我们抵抗不了地心引力的。接下来要干嘛？把鸡送进去。回家。要知道哦，在高雄现在算是冬天，不过呢，在太阳底下的时候，体感温度犹如在40度的炎炎夏日，所以大家是很辛苦的。那我们两个人在吃东西。只看这个肉好不好吃啊？好多汁哦！姐吃肉，姐姐要整个吃掉啦。好了，姐姐很害羞。姐姐谢谢，姐姐你最漂亮，谢谢姐姐，谢谢您，您今天辛苦了。谢谢谢谢，姐姐我要亲自送到你嘴里才行。姐姐辛苦了，谢谢姐姐，姐姐最漂亮。吃肉了，大姐。大姐，鸡皮可以吗？鸡皮有熟哦。姐姐，谢谢。现在就是要把里面的灰烬用出来，然后再把食物丢进去，开始。进去吧，要烤披萨。是鸡。啊，还要再往深处吗？跟你的手很大。已经到最深了嘞，姐姐。妹妹，哦，妹妹吃鸡哦。要吵。烂掉了，烂掉，摸起，崩起，啪。哦，这就挡的呢。哎呦！哎呦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Oh. Are you ready? Go! 你好，操！没有东西。好的，我们要来开咬了。经过了就是3个小时，那现在是3个小时吗？现在几点？3点。我现在我觉得我在这边会直接失去那个时间观。一个小时像过了像5个小时。对对对。我们有两个窑，一个是根茎类的，就是地瓜、南瓜或芋头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两只鸡。开机。OK， 好来。真烧。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不会那么烫。啊，我把话收回啦。哇哇哇！啊，很完整。耶！土窑鸡2号，啊呦！挖到化石了，啊！直接把人家挖破。这里这里这里。皮耳。那很烫哦。那后面我怎么觉得还好？耶！刚不是说怎么样？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到位啦。我们是要挖到地狱了，是不是？好烫哦。我们有玉米、地瓜、芋头、马铃薯。大丰收啦哦！呀，完美啊！加汉鸡啊，姐姐，池塘里水满了，雨也停了，天边的哎不对哦，池边的田园里到处是姐姐。姐姐，你可以帮我们试一下，我们这次成果到底是 O 不 OK 的吗？这个吗？这是汉鸡。好好吃哦！你这么快？哦，现在还没吞下去，你还没放到嘴巴里面，你在那边。有熟，好高级哦！哇，哇，有香。我觉得虽然是没有很咸啦，可是你可以吃到它里面浓郁，我们昨天放进去的葱段啊、大蒜的香气。就是整个很均匀的分布在肌肉上面，吃到香气。Oh my god！ 谢谢30位工作人员以及姐姐们，谢谢各位粉丝们，我们熬过来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拜托拜托，全年行大运！好像什么邪教团体哦。你是不是还没有看2019年度回访特辑？被网标去看。想要享受不一样的生活吗？现在完成小森生活事前预约，就有机会抽中10万元礼券。跟旁白哥一样富起来哦！哈哈，太 original。